这把末日确实不好帮，还是确实是要打中下。他帮没问题的，因为他打拉夫一级，他就压力很大的。 蓝开先决非常的弱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要蓝开，我从来不蓝开的，只是这一把他这么说了，知道吧？我就那就蓝开了，蓝开喽，不然千万不要蓝开，哪怕你要三抓下，你都要红开三级抓下了，千万不要去上野决开，这玩意蓝开太废了，不要学啊，这一把蓝开不要学，从来不蓝开的。 人嘛，他有可能三级抓下的，因为我们是压线的那一方。但是我们如果去反蹲，如果说对面刷完四组，我们反蹲，那我们就炸了。这就是风险很大，所以说你要不要去赌？对面卡三级啊！ 漂亮，好操作这一波，处理的不错，这波我们完美处理，真的是完美处理。回家刷上野去两组野怪，然后拿虚空长虫，拿完虚空长虫回家再拿小龙。 马德巴在下，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到底不把我当人？ 可以，你就别过来了吧。
我的，兄弟们。我的，我的，对不起，这波我的，我道歉，兄弟们。我这都莫名其妙就神志不清了。对不起。我的，他刚打完是吧？我觉得你这一波你要不要死？这波你要不要死？肯定要死了吧？吃蛤蟆吧，吃蛤蟆捞去拿小龙。把我 F6 给偷了。尼克好像是交闪了吧？我希望这一刻强壮的队。不亏，哦，有闪，那就亏了，这个就亏了，这个闪现交的太快了，这就亏了啊，兄弟们，一换一就亏了，一换一确实是亏了。卡莎没死，我不瞒你们说，我都还没注意看下路，就是对面还是优势。我打的都感觉好像大家全是优势。没有注意看，卡莎发育还可以了，这边应该也有视野的。有眼，沙漠卡特吧。
来吧，来吧。只要是本地人，这波应该是不会出来。这波本来就是应该抓中的，这波下路把我的思路给影响了。这波就是抓卡特呀。怎么能抓下呢？人家没那么傻的，把我节奏搞乱了。真是把我节奏搞乱了，我操！本来这都是我的，难受的一批，真难受的一批。本来这不应该九成印记的。稍微蹲一下，没事。先拿印记吧。卡特应该不会来的。快点，高阳，快点！这么稳吗？怎么都这么稳啊，打的。这么快啊。还好我们反应也蛮快的，我妈应该也没了。有啥好吵的呀？妮可是没闪，我们过来蹲拉夫。对面这太稳了，兄弟们，真是不给机会啊！拆塔，拆塔。
没事没事。这不能啊，这不是随便赢吗？为什么要吵呢？有啥好吵的？吵架！卡特应该还要再带一波线的，人马在蛤蟆，他绝对要带一波线。钱应该不够850，这两个肥皂看他会不会来捡。先盾攻吧，下一件再说。啊，钱够我经验了。这金哥是不来打团，这把就四打五啊，四打五就讲真的不好打的。他不来打团，真是送人头啊，真是送人头，妈的狂送。这卡特都被他养到13级了，我的天哪。这就是艾欧尼亚呀，兄弟们！小龙得放，没办法，扫人。哎，他们没打，他们没打。假的，这一看就是个假身。让你吃一组好吧，不要一直故意吃野怪。
法外塔，节奏不要断，节奏不要断，跟着外塔节奏打就好。莫莉应该能单杀，塔莎没摸抗的，他要往后飞，哦，飞不出来。一波不了，没线的，没线的，不要想太多，撤吧，撤吧，撤吧。可以吧，兄弟们，四打五，一把四打五拿下，没有犯失误的一把。